家犬当中，哦，有大部分是西马病，他们家犬也是大部分是西马，是不是？他也不允许他们投票，他应该不允许他们投票，这样才是真正杀人决定，杀大选杀人决定，不是对他对国政有利的，他就执行；对国政不利的，好像我们的国会议员周议员来演讲，这个就不被允许，这个根本就是双重标准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林光英啊、阿兹敏这样的，跟他是应该是同等级的，大家是一州之长，也好像是对付恐怖分子啊。好，我觉得他的这种双重标准，根本就是在滥用和保护他的利益。所以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行动党、反对党来制衡国政的在沙洲的势力。再多几年，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制衡，阿南要变白毛，很可能变白；阿尼丹很可能就变白。一个独裁、独断、霸道。Can you speak English? Oh, yeah, I finish in Chinese. Okay, you 什么要问？ Alright, okay, this is